星火，星火咧就同我好有關係嘅。我過往咧其實好多嘅秘寶之門咧，其實一路同星火去合作好耐。我記得八個月前，即係我單官司仲係收緊品格證明嘅時候，佢哋幫我 share 咗錢，就話收咗咗好多嘅品格證明嘅信。今年6月9號、6月16號，我都係幫佢哋咧去到宣傳一啲秘寶之門嘅資訊。去到而家今日咁咧，我唔能夠話我冇估過有今日。